谢谢，谢谢您吧。哎，打电话都很好啊。啊，刚才两位演员表演了一段，对，一个好的节目，是传统相声啊，叫《狗吐莲花》。哎，这俩是动物是吗？不是这个传统节目吗？口吐莲花，口吐莲花，哎，也是卖了力气了。那可不，让逗了大伙儿也是哈哈一笑。嗯，两位的任务也就完成了，完成任务。哎呀，两位后台休息休息，休息一会儿，换上我们俩来再说一点。哎。大家伙对我们两位不太了解啊，不认识，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啊。您说说。我叫靳鹤兰啊，德云社的一名小学员。嗯，不值得一提，还挺客气。哎，隆重的给大伙介绍一下我这大当。哎，叫张鹤健。这个演员呢，他我是你下面是吗？不是，我说错了。就是啊，说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哎，你我这紧张，你别这么说。嗯，我叫靳鹤兰。哎，隆重的给介绍一下我的下面。哎，叫张鹤健。他这个人啊，不是你干嘛你搭档啊，不是大当，搭档。哎，哦，搭档跟下边没关系啊。好的，没下边没有什么关系，不好意思。哎，对对，隆重的给大伙介绍一下我的搭档。哎，这对了吧？这对了，没有下边。哎，这个演员，兄弟，咱就别说出来了，行不行啊？咱就是搭档，没别的词儿了，就对，就搭档，就搭档。哎，这搭档张鹤健是我，也是年轻的相声演员，也是年轻啊，也是德云社，也是鹤字科的一名学员，没错，也是相声说的也不错，嗯，特别的了不得，哪儿了不得？艺术也比较高啊，真的，人家这艺术。在我们后台来说，跟我们这些人来比，人家的空前绝后。哈，您这是捧我？不一定空前啊，就有可能绝后。哎，可是您给我扇了是吗？不是扇了，就是空前绝后嘛，就是不孕不育的一位演员。我这什么艺术风格呀？这叫就是特别的了不得，没这么了不得的啊，特别的了不起。哎呦，往这一站，长得也好看啊，长你往这一站，长得怎么着？但我没说吧。哎，长得，哎，长得有点那个。长得怎么了？我长得太腻了，不就胖点儿吗？那滋味这往你往这一站，你看有特点，主要什么特点呀？你甭管好看难看，有特点就是好的啊。相声演员都得有特点，应该具备有特点，大伙容易记住。嗯，你这往这一站，你这腰粗腿短，大屁股圆脸，你长得跟个猪站起来似的。不是你会聊天吗？你啊，我问你，不是怎么叫会聊天吗？这什么叫猪站起来了吗？你这不是你有特点呢？猪站起来有我高吗？不是你不要跟猪比较好不好？谁跟他比了？您这不是就是你就是说有特点啊？有特点，别这么说话啊！你大伙儿，你比如你说张鹤健，以后大伙儿记不住啊，再来德云社一听哪个猪，哪个张鹤健，这嗨。记住了，也没这么说的啊，就是有特点。哎，那我就不行了。您怎么了？往这一站，长得也不好看啊，也没有什么特点。嗯，你尤其像我们这的90后的相声演员，哎，你哎，你九零啊，1890后啊，不是啊，那我是木乃伊呀、啊，反正100来年差不多啊。哪这1890后啊？就你这德行，你90后，你别逗了你。我长得比较着急。啊，对面长得比较老性，是吗？也长得也不好看啊，长得你就用个成语来说吧，怎么形容？随心所欲。哎，长得随便啊，也不好看，你跟人家这比不了，这怎么比不了？为所欲为，我是猥琐呀，我是欲为呀，我是都行，别都行啊，就是真的。看着年纪比较大啊，就包括那天坐公交都给我气着了，怎么能气你啊？上公交。往那一站没有座位啊，我这站那儿啊，跟前是一个小孩儿啊，小朋友，他看我在那儿站着，嗯，他站起来了，哟，哟啊，爷爷，坐我这儿吧，100来年没白长啊，给我气的啊，孩子啊，你坐啊，哥哥不累，哎，好给折过去了你啊，哎呦，问问吧，啊，聊聊天儿，孩子今年多大了啊？哦，8岁了，哼，想不想活到9岁呀？我
禽兽，你还是人吗你？什么玩意？你小孩治什么气呀？你叫我爷爷，你怎么不叫我兵马俑？快露土了，这就啊！真的啊，这要法律不管，我早弄死你了。你看看你这儿，但反过来我又一想，怎么了？这法律要真不管啊，我早被人弄死了。你赶紧死去吧，要不然死去，就是长得没有特点啊，长得也比较老，是，但是干这个行业，长相无关紧要，对对对，主要是别的要求比较高，那可不，达到那些要求就好了。那什么要求？你比方说吧，啊，作为相声演员，嗯，要求脑子都得必须得好。哎，我脑子就好，对他，不是。就是我这我们脑子都挺好啊，这都错不了。对对对，是干这个材料啊，对不对？你就是要求什么呢？反应得快。哎，我反应就快。啊，心眼得活泛。我心眼就活泛。得不要脸。我就不要。你才不要脸呢。你这个倒霉模样怎么了？我这儿你现在长得跟个猪似的，你都是，你就不要说自己聪明了。你甭老说你长得好看是怎么着？我这好歹我这猴啊！你哈，你甭管我是你这你这个脑子，你不要瞎说。脑子怎么了？脑子呀？就这个人啊，少说话呀！少说干嘛？少说，少说话。我良活演员，就但那还说了，我聪明是就这个怎么了？你聪明，我聪明怎么？反应能力快啊，心眼活泛，可不？别不要脸了。是。什么叫不要脸呀？你骗了大家伙啊，骗不了我们这后台这帮人。怎么了？就这个货呀？哎，什么叫货呀？不是就这个，就这只。哎，这我还是猪啊！我这那是头。这别头，就这个就行了。就这个呀？啊，怎么了？这个人啊，就是说在我们后台有外号。什么外号啊？就是你到后台，你要不信，有机会您去后台，你就喊到后台：傻子、笨蛋、脑残。弱智，哎哈，行，绕智，哎，都是他。你等会儿，什么叫绕智啊？我绕智不懂，不明白。懂弱智吗？懂啊，就你比那弱智，你还多绕两圈。哎，我是比傻子还傻子，对吗？我这对，你是承认吗？就别承认、啊，就有这个外号。谁有这外号啊？后台扫听扫听去，不是这外号，知道吗？什么外号？有外号啊？啊，叫什么呀？小灵人。对对对。我把这个忘了，你看看，忘记了，哎，有这个外号，那是，我得证明对吧？对对对，有这个外号，小灵人吗？哎，什么意思呢？您说说，说人家张鹤健啊，脑子灵，哎，没错吧？没错，脑子特别灵，嗯，脑子灵，哎，就这，脑子灵啊，智商灵，小灵人，行，哎，完了，这人就。哪个灵啊？灵蛋吗？不是灵蛋那灵啊，就跟你这么说吧啊，我一点都不傻啊，少说那谁傻呀、啊？一脑袋卤煮的你这个谁卤煮啊？这哎，少说那个啊，你也甭说我傻，我也甭说我聪明，怎么着？你考考我，我考什么呀？你考考我，我拿炉子去，哎，回来，你要考哪儿啊？你要啊？好，这么一大块排骨啊！哈，行了啊。我不是猪，再说一遍啊！不是你不考考你考就你考脑子考视力是吧？测验一下，你测验你一来就那个夜，你这来一个夜。哎，对呀、啊，这样吧，啊，给你讲个故事行吗？没问题，我估计你都听不懂，怎么不可能？不信咱试试，来一回，来一下，讲一个故事啊！这是个真事儿，什么事儿？我们家门口的事儿。我们家门口啊，有这么一个傻子，嗯，这个傻子有一个特点，嗯，就是你跟他说话聊天啊。甭管你跟他说什么，问他什么，嗯、这傻都回答俩字儿。哪俩字儿？就是没有。哦，也今天出来时还看见他了。嗯，打声招呼。啊、嗯，我傻子干嘛呢？再看那傻子，没有。哦，说赶紧回家。啊、嗯，没有。不是你家大人不着急吗？大冷天的。啊、嗯，没有。就甭管问什么，就这俩字儿没有。啊、嗯，对，这故事你听过吗？没有。后来我们门口那傻子，别后来了就不是那傻子找着伴儿了啊，不是怎么了俩傻子这么一会儿不是
啊，你干嘛呢？你这儿啊？不就是说嘛，你对吧？你没有什么没有啊？这行，哎，少来这个，知道吗？你绕到我，你绕到我，这还叫绕的？这还不绕的啊？这不行，你来个题行吗？甭说这个，换道题得考考我，没问题，行不行？没问题，这换道题行吗？行，生活上的问题可以吗？没问题，问问你，你说今年多大了？25，二十五了。嗯，25年当中，你去过厕所吗？去过。拉过屎吗？那废话，拉屎谁没拉过呀？就是拉完屎以后有没有什么清洁工作？你擦屁股啊？哦，你也擦？哎，废话。那问题就来了，什么问题啊？说你拉完屎以后啊，你是用左手擦呢，还是用右手擦？右手擦。哪手擦？右手。你跟我们在座都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啊？我们用纸擦。用。我们得用纸，不我们嫌脏。这吧，太恶心了。我也用手指擦。大伙儿听见了吗？这个人家用手指擦。我拦你一下。江南就这个。江南 style 给你写的吧？怎么写的呀？就那高潮部分那点儿。怎么了？对，我把肛门塞了。哎，是，我那儿没那么大容量，我这儿啊，是，不是我也拿纸擦，你知道吗？还有，你告诉我们呀，你告诉我们，我垫着纸，卫生纸我们都明白，你这我用手指擦，我也用手指擦，我们大家伙都以为你上手抠去呢。哎，我明白你这人了，哎啊。你这涮我玩呢是吗？不是涮您玩的，就题吗？哎，咱不是说别的啊，嗯，就像你这种类型的题我也会，要我出一个你猜的行吗？你还会这个？那可不。你说一个我听听。我说一个行吗？你来一个。您听我这题啊，嗯，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，您猜的。完了。就这还叫题？怎么了？这都不用动脑子啊。稀饭你上来就说，您这怎么就上来就说？告诉你不对啊。怎么不对？就是不对。稀饭里有米，它能吃能喝吗？能喝。稀饭稀的也能喝呀。能做吗？废话啊，喝稀饭你不得先做去吗？对，你不熬些你不做你怎么喝呀？你看吧，亏了。问不是那做，知道吗？哪个做呀？坐下的坐。对呀，把稀饭你放那，你坐下呀。你这烫秃了皮了，一会儿吗？不能坐呀。坐下的坐。这有点意思啊。猜得出来吗？这我不知道了。猜不出来是吧？嗯，猜不出来告诉你谜底啊。你告诉我什么？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？这是面包、牛奶和沙发。不是，三样啊。我没说一样啊。哦，您这个题真诙谐啊。哎呦，这个题我也会。怎么样？听我一道吧。你再来一个。真的？问你。那你说吧。说什么动物？嗯，非驴非马。这不知道了。不知道，告诉你啊。这是鲨鱼。这玩意儿都挨着吗？这个呢？对，你，我告诉你呀。啊。我问你，你鲨鱼是驴吗？不是啊。是马吗？不是啊。对，非驴非马，鲨鱼。那我要说大象呢？对。对。不是您这玩意儿能多选题是吗？这个。哎呦，我这个题真的，只要不说驴不说马，把你爸爸放里都算。嘿，我就不信了。哎，我这还有一题你猜的吗？你来呀。问你啊，世界上什么动物最高？长颈鹿。不对。大象。不对。啊，不对。骆驼。不对。那我不知道了。不知道什么？告诉你谜底啊，这说这世界上什么动物最高？这是珠穆朗玛峰。我那是山。你听明白了吗？我听明白山的珠。什么就是？你听明白了、啊？说世界上什么动物最高？这是珠穆朗玛峰。您这还能拼是吗？没问题。听题。哎，还有呢。问你啊，说一只公鸡、啊、一只母鸡打三个字儿、啊，三个猜不出来。告诉你，说是一只公鸡、一只母鸡打三个字儿，这是两只鸡，两只鸡。哎，对，你还敢猜吗？你还敢说吗？你敢猜我就敢说呀。敢说我就敢猜呀。一只公鸡、一只母鸡打五个字儿，五不知道，还是两只鸡，还是两只鸡。对了，
就这题还有吗？你还敢猜吗？还敢说吗？敢猜就敢说呀。敢说就敢猜呀。说一只公鸡一只母鸡打七个字儿。七，这我还是不知道。你不知道就对了。怎么呢？这里还有你的事儿呢。我什么事儿啊？笨蛋，还是两只鸡。不是那个，咱这么着行不行？就咱就别玩这脑筋急转弯了，行吗？这不行。对，我怕一会儿观众给咱俩打下去，一会儿我。这不行，咱换灯谜行吗？灯谜。灯谜。灯谜，对，我说一个啊，你说一个，我说，行，咱换个灯谜，要我说灯谜，哎，来个传统点的，我这灯谜这个好东西、好玩意儿就白说不能说了，怎么着啊？挂点什么呀？你还要赌东西？那当然了，赌什么呀？对你这玩意儿，咱赌点身外之物。哎，行行吧，行行行，咱俩要说灯谜，赌点身外的啊，赌媳妇儿，赌，反正我也没媳妇儿啊，这玩意儿身外的，赌不了啊，知道吗？这玩意儿没拿这玩的，知道吗？啊，那换一个，你换个别的，咱俩。赌腿的，赌！我说一个你没猜上来。赌腿的，对，说一个你没猜上来，把腿嘎撅了给我。我给你撅，你安得上吗？我这不是不是，对吗？我就拿走了。你别拿走了，行行行，咱就别玩这身体上器官，行不行的？人家赌点钱，赌钱呢？赌钱行吗？行行吗？你说多少吧？100块钱，100块钱啊，没问题，行吗？就100块钱了。对对，我说题了，你说吧。你猜啊？好，你听我这题啊，嗯，太难了。这什么题呢？就是他三头。知道吧？三头，嗯，六耳，八条腿，嗯，一只眼，猜吧。什么玩意儿啊？你让我猜呀？啊，我也不知道。这啊，就是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不知道你给我一范围，我猜什么？还有范围啊？怎么这玩意儿还有范围呢？不是你谜面谜底吧？你范围我猜大概我猜什么东西啊？我想想啊，你想想这我。就你猜呀、啊，你猜就是逢年过节时啊，一个活动，活动，这行吗？啊，就春节期间的一项活动。哎，这太棒了，太棒了！你这么着啊？那个我琢磨琢磨。对，我也琢磨琢磨。哎啊，我啊，什么叫你也琢磨？我琢磨琢磨，你猜的对不对？有用你琢磨？我琢磨琢磨。您要等会儿啊，三头，六耳，八条腿，哎。啊，行行，来，怎么了？猜着了啊！猜着了，你猜着了，猜着了。我给你换一个吧。哎，亮亮，我就猜这个，不是，得甭就猜这，猜着了。不是这么难吗？这么难的东西你都能猜着了？这有什么难的呀？啊，不难呀。怎么感觉这么难呢？这题难吗？这题一点都不难，我猜着了，猜着了，猜着了。不对，咱我还没说呢，这边。这个题目，你这个答案呢？你这个答案，他对不了。怎么就对不了啊？你说出来。我说了，你看，对，耍狮子的不对，不对，你不可能不对。我跟你说，这我能解释。你更不挨着，你还能解释？不可能，绝对挨着。你，我问问，你说吧。先说这三头，你三头，你看啊，狮子一个头，耍狮子俩人俩头，三头。啊？怎么能对了呢？对不对？六耳，你看，有三头必有六耳啊，狮子俩耳朵。耍狮子俩人四个耳朵六耳，我这个天哪！不是你很惊讶是吗？八条腿，你八条当然了，你看狮子四条腿，啊、耍狮子俩人四条腿，八条腿。我去，一只眼一只眼，我太聪明了，你差点就对了，是吧？你别聪明。你没说一只眼，你肯定没说。我说了，你没说。我说了，你说一只眼了吗？大家伙，我说了吗？说了。你说我猜不上来了。完了吧？我猜不上来了。输了吧？哎，万幸啊！这，快给钱吧。给，100块钱，快点，等不了，等不及了。你真拿我当傻子虎呢是吗？你这是什么就是啊？行什么就100块？你得说出来。你还要脸不要了？这猜的谁不要脸呀、啊？这是你猜不上来题目啊，猜不出答案来，你还有脸找我要答案？那废话，你这赌着钱呢，可不要答案。你这怎么能这样呢？怎么样了？你这样啊，咱讲理啊，咱们讲理。讲什么理？我刚才你让我说一灯谜，我说了吗？说了。说对。你猜了吗？我猜了。猜对了吗？没猜对。输了没？输了。你给钱呢？给。那也不给啊，谜底说出来再给你呢。不要问那个谜底，怎么不问呀？这样好不好？好什么呀？咱俩有个商量。什么商量？我不告诉你谜底啊，你给我20。哎，
这可不可以打两折？你告诉我谜底，我给你200。你给我100就行。行，我给你100，行吗？就是，就告诉我把谜底说出来。就非得知道谜底、啊？哎，谜底，我这什么谜底呢？啊、嗯，什么题目？大哥，这题你到底会不会啊？这题废话，我说题什么题？你提个醒、嗯，我蒙住了。三头，对，三头三头，那我说的嘛、啊，你说的，我能不知道吗？啊啊啊！什么呢？他就是一个逢年过节什么一个老太太啊，老太太抱着猫坐三轮车。嗯、啊，你等会儿啊，老太太啊，抱着猫坐三轮车。对，这他妈算哪项节日活动？对上哪项？你问的有道理呀！啊，你告诉我解，这叫哪项节日活动？这哪项也不能抱猫坐三轮，你给我解释解释。他什么事儿呢？他你琢磨他过年呢？啊，他过肯定是过年的事，那肯定过年呀。过年啊，串门去，串七去，对，这行吗？行，这没问题，这可以啊。你给我解释解释啊，三头三，对呀、啊，怎么对啊？老太太一头，猫一头，蹬三轮的有一头，这为三头，六耳。你有三头必有六耳 啊！老太太俩耳朵，猫俩耳朵，蹬三轮的俩耳朵，这六耳吗？八条腿。对，老太太两条腿啊，猫有四条腿，蹬三轮的两条腿加一块是八条腿，一只眼。听不懂，你看这听不懂了。三头三，老太太一头，猫一头，蹬三轮的一头，这为三头。我问你，一只眼，大伙都明白。啊、有三头必有六耳。那八条腿你更明白了，老太太两条腿，猫四条腿，蹬三轮两条腿加一块八条腿吗？我问你，一只眼。啊，一只眼，赢就赢这一只眼上了。怎么呢？老太太双狮目，抱一下猫，那蹬三轮的啊，一只眼。哎，别说了。